大早安呀！哇，这太阳，我的天呐！今天阳光真的是好好啊！刚得知呢，回去的日期又提前了。我每天看这个迷你真的是觉得好好笑。今天早上醒来，刚泡了咖啡，然后我等一下，现在还热。用呢是昨天刚买的，看到吗？就是 Beats 的 Brazil Extreme Region 的咖啡。对，现在我早上起来习惯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把咖啡泡了，然后它这样就可以，如果想做冷，它就可以冷一冷。好的，那现在我就来准备早餐，然后准备工作了。今天穿的是一件橘色的毛衣，这感觉很像是秋天万圣节的气氛，可是真的是一眨眼，我还没有来得及过秋天就已经到冬天，快圣诞节。这杯是我刚刚泡好的咖啡，然后我现在想来把它做成冰的，然后再配上我今天晚上做的自己做的巧克力麦芬，那就是今天的早餐。工作日早餐就那么简单。万年不变 Maple Hill 鲜奶，一样，我就会加一些奶油，光太强，今天早餐有点照不太到，真的是光线太强，就太强的光，哪边都是一样。
午餐，Trader Joe's 的微波意大利面，里面是 zucchini，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有 sun dried tomato 吗？就是蔬菜意大利面，然后再配四季春茶，午餐啊。做一个 smoothie bowl， 又不是 bowl， smoothie cup。准备一个手心，放一些 vanilla， 这个算是我觉得目前吃过这么多，在美国买的 granola 里比较好吃的。因为你在美国买 granola 最经常的一个问题就是太甜，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像是糖一样，很糖块，但这个不会。Nature's Path Organic Smoothie Bowl Superfood Granola， 这个还不错。然后我要加一些蓝莓，今天特别想配这个，这是昨天买的，这个这一款是I think it's fruit and nuts。一般我是会选就是最普通的 Greek yogurt， 但今天特别想尝试一下这一款。它这个质地也是就是比较 thick， 比较厚的那种质地。最后收尾淋上这个蜂蜜，熊熊蜂蜜同学，这个也是365后富自由品牌 Amber。 我记得好像蜂蜜如果是 Amber 的话，它就是会比较颜色深一些。早安，这个就是今天的早餐，一样还是 Muffin 同学蓝莓，还是依然是我之前自己做的，就是其实这个不是做 Muffin， 但我用来做 Muffin， 我觉得还不错。这种盘子它一定会做超多个，然后这上面有多少个？12，不好意思，这上面12个，一次做了12个轮，自己吃的话就会吃很慢。这个其实是看一下圣诞节的特别款，对，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印花，比如说有雪花片呀，然后这三它有三种不同的印花，这三种都是不一样的，还蛮好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它是那个多边形的，就是你如果做什么蛋糕什么的也会比较就是有特色一些。这个就是它做出来，虽然它已经看不出来它是多边形了。